我是五优。哇，我们吃一堆的鸡腿。哇，对啊，鸡腿多到不行。这样就不会有了。汤匙给我一个，那个给就只有一个，来，那给哥哥。来。嗯。这间好吃吗？我觉得炸的还好。看起来炸得很厉害，肉嫩吗？吃起来，你吃起来像焖好多饭，我是这样，没有看起来，它味道没有很重，里面鸡腿是没味道的。我看你在干嘛？我吃啊，你在发什么？今天连假变冷了，所以我今天喝一个酸辣的汤。又有没有很酸辣？有时候加柠檬要小心，会用到眼睛，会辣辣。这个辣辣你不行啊，一直看着我聊。我对那个有兴趣。嗯，多吃一点。他把我先拿去那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来吃就好了。哎，爸妈，你哎，妹妹啊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帮我去拿那个辣椒酱，谢谢。嗯，好。那个。这个。对。哎呦。因为爸爸妈妈有一次有用这个辣椒酱。因为我们家里就只有这个辣椒酱，对吧？对，没有很多，那就是另外一种那种。好像番茄。嗯。看起来哈，可能番茄酱，但不是。等一下哦。那个辣辣不要碰。哎，你。这个才是你的。加了这个酱之后啊，我都觉得我的鸡腿都有越南味。因为那个辣椒酱超级辣。这个辣。嗯嗯嗯。哦。嗯。嗯。哎，不行碰。不行碰。哪个人在舔什么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奶奶过来吃狗。他监视他，我来吃你的。嗯，他没有。哎呦，太惨了。棒哦，小鱼。嗯。还是你吃肉？肉好不好？要。吃肉。奶奶要喝水吗？要喝水吗？过去哥哥那里。如果我觉得这样的话，还是我那个金女王比较好。嗯，价格呢？95。95。那好了，这个哥。嗯。他两个在隔壁了，价格应该不可以差。啊？差太多啊。哦。很容易被打到。因为他其实他是那个鸡肉饭。嗯。但是我吃它的鸡肉饭，我觉得水在那边，嗯，要喝再继续喝。啊，你们两个一人一只鸡腿啊。我有鸡腿啊，你看我这个就是小鸡腿啊，小鸡肉。嗯，我要多吃一点，就是吃高丽菜。好饭。晚上再请你吃火锅，好吧？说好。好。这个高丽菜不要。这不是高丽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菜，什么菜？菠菜。嗯。
青菜比较没有什么味道，嗯，就是有点比较清淡一点，很淡。高丽菜也是，但是我也喜欢。它像是用那种，我觉得好像是用水烫的，对不对？很像，那种水烫的那种，就像老板对我们的态度一样，很淡。不是说他对我态度不好，是因为我要挖两个鸡腿饭，他就。就默默的走进去了。他问什么？他就停了一个人讲说，内用还外带。对。然后就默默这样。然后他讲话就是用他讲话是用自己听得到的音量。而且他是越南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一点是越南的，两家的那个风情。不是一边很开心这样。他讲我水吗？需要什么呢？还有水，还有水。真的，可能另外一边比较年轻有活力。然后他就说，他用这个音量跟我讲了，你都要叫我看吗？妈妈不喜欢音量的，那个什么大机器。你要什么菜？我好像在，你知道周星驰在拍那个《鹿鼎大帝》里面的那个。哪吃豆豆啊？我没饭的。啊？这里你也不要了。啊？他胃口。刚才喝了一罐奶。他最近比较喜欢吃牛奶，喝牛奶。嗯。然后，除非他真的觉得这样很好吃，他就才会吃。你刚刚讲到重点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吃到你们的高丽菜了，是不是很淡？它不是，它真的是烫的。嗯，你要喝看吗？给我点味道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比较重口的。哦，这是酸辣的那个，嗯，我觉得不错啊。啊，没有，我后面有加辣椒啊。那你觉得一开始酸辣够吗？一开始不够，因为它有给我辣椒跟柠檬啊，我加下去才比较酸辣，不然我觉得它的口味会尾韵就是比较偏甜。但是这种的酸辣就是好，如果你不加辣椒柠檬，可能很就是一般的人不敢吃太酸辣的，就可以接受。哦，对对对对。那我本身比较喜欢酸辣的 feel 的话，妈妈也不喜欢甜。嗯，我不喜欢甜。啊，今天就分享这边啦，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宝平路的那个什么转角的那间，那什么鸡肉饭，就是卖鸡，哎，他只有一家卖鸡肉饭了。对，一家鸡肉饭。啊，那个河粉是斜对面的。河内河粉，大家可以去吃看。